不止淡妆、浓妆，连防水睫毛膏也能卸，只有一瓶卸妆水就 OK。我平常除了帮别人上妆，也重视如何卸妆。通常比较难卸的是眼线胶，但这瓶打破我对卸妆水的印象。独特双层卸妆水，在难卸的彩妆轻敷三秒，轻轻一推，轻松好卸。双重黑修护，卸妆同时保养。更因为它有涵养科技，能够深入毛孔，清除脏污，让皮肤更光彩透亮。前所未见，卸妆界万能小黑瓶，最强奇迹卸妆水，